波长创超级代表申请具体细则。以下我们会介绍如何通过 TRON 区块链浏览器申请成为超级代表节点。准备事项：一、在 TRON 区块链浏览器中注册账号；二、必须注册账号才能使用 TRON 区块链浏览器；三、访问网站 tronscan.org。现在可以通过tronscan.org 直接访问创区块链浏览器和 Web 钱包。下面开始正式的演示。进入 tronscan.org 后，您将会看到如图页面，点击 Register 或者 Login 进行注册。已注册账户请选择 Login 直接登录。未注册账户请选择 Register 进行注册。如果您首次注册，以下步骤将对此进行演示。选择 Register 单元，您将看到如图所示页面。账号地址 Account Address 密码 Password Private Key 将会自动生成。自动生成账号密码仅在此测试阶段发生。在进行下一步操作前，请对此信息进行复制并妥善保管。仔细阅读后，勾选以下三个选项并点击 Create Account 以继续。仔细阅读用户提示后，点击 OK。 点击 Account 右侧三角形下拉菜单，然后选择 Apply for Delegate 后将达到如图页面。在对话框内输入个人网站 Your personal website address， 下方输入框内输入您的超级代表竞选者所运营的官方网站，并勾选 I understand how to be a TRON representative， 点击 Submit 完成此步骤。